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淡江大学机械系杨龙杰老师，欢迎大家收看淡江大学远距课程《微机电系统概论》。今天我们讲第二章《半导体制程与设备》。半导体制程设备呢，它是我们做微小化啊，做微机电的一个基础。它原来是用来做电晶体的，也就是做机体电路或者是 IC 的一个功用。那么它因为它可以做得非常的精细跟微小，而且它的制程也非常的成熟，所以就变成微机电系统它一个加工的最主要的基础。我们很多的微细加工都是从这个方面的精神所衍生出来的。所以因此在我们今天的课程里头，我们大概会讲到三大部分。第一个部分，我们先来讲洁净室啊，英文叫 clean room 啊，从洁净室开始讲起。那第二个部分，我们会提到晶圆的制作啊，晶圆就是细晶圆啊，英文叫 silicon wafer，细晶圆。我们第二个这是要第二个要去讲的。第三个，我们慢慢来说半导体制程设备啊，那它有三大类。薄膜成长、黄光微影跟蚀刻成型，所以在今天整个的课程里头，我们会把半导体的设备啊、制程啊做一个通盘性的介绍。那么如果有更进一步的需要，想要了解其他很多的细节，各位同学还可以去修一些更深入的啊这种半导体制程设备的课程。来到洁净室啊，那么洁净室就叫 clean room 啊，各位如果看到那个台积电里面的工作人员，他在里面呢，每个人都穿的啊，包的密密麻麻的，白色的衣服啊，全身密封封的包起来的，只露一个眼睛，哎，那个地方就是洁净室啊。那洁净室顾名思义就是一个很干净的地方。那为什么要很干净呢？其实这个牵涉到我们第一个观念，叫做临界尺寸啊，临界尺寸，它英文叫做critical dimension，我们简称为 CD。那这个 CD 呢，就是一般我们在常常在报章杂志看到，像台积电啊，最近啊有这个十几纳米的制程、七纳米的制程等等。而那个十几纳米跟那个七纳米，其实就是这边所谓的 CD。它意味着我们在制作电晶体或半导体的元件的时候，它一个最小的刻度或最小的单位。那你知道 CD 多少，大概你就知道你的电晶体大概就是多大了，所以它是一个最关键的一个基本的单位。那么临界尺寸呢，因着缩小化、微小化的关系，已经来到了现在已经在 IC 来讲已经来到纳米等级了，它非常非常的小。所以我们在制作 IC 的时候，在制作半导体元件的时候，甚至做我们的微机电元件的时候，我们就要注意这个尺寸。那如果我们在看，一般我们在大气环境底下，我们在我们的实验室啊，我们的教室里头，其实拥有很多的微尘的颗粒。这微尘颗粒呢，我们觉得没有什么感觉。可各位有个名词叫做 PM2.5，大家都知道嘛。现在空气污染有个指标叫 PM2.5，那个 PM2.5，那个2.5，它单位其实是2.5微米，微米啊，微米比纳米还要多1000倍啊。所以各位可以知道，就是那个微尘啊，那个2.5纳米的微尘，其实在对于 IC 来讲，它是很大的一个东西，很大的一个东西。那在我们一般的环境底下，是到处都有啊，到处都有。那这些微小的颗粒呢，如果说我们不去把它去掉，我们就直接在这么脏的环境底下来做我们的 IC，做我们的半导体，做我们的微机电元件，那可想而知，你做出来会是什么样的结果？要么就是你的微尘会造成怎么样？粘附在你的细晶圆的表面。那你在做制程的时候，有些东西就阻挡了，会造成你电信的短路或断路。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在一般的环境或实验室或工厂里头来进行 IC 的制造，我们必须在一个特别的房间来做。那这个房间就叫做洁净室，啊，就在 clean room 里面来做。那 clean room 它有一个等级的讲究。啊，它就用 class 来做一个等级的讲究。
那么我们以 class 10 class 10为例子，这什么意思呢？它的定义就是说，如果是 class 10 的话呢，它代表在一个立方英寸的这么一个空间，就30公分立方这样的一个空间里头，它拥有粒径0.5微米的以上的粉尘有几颗？有几颗？有10颗，或是不要超过10颗，那这个叫做等级10。好，那我们就是举一反三，那如果你是 class 1000 呢，显然就是在这样的等级里头，你要有1000颗了。那10000呢，就是10000颗了。所以因此用这个定义来看的话 ，class 等级后面那个数字啊，如果越大，代表这个无尘室的等级就越差越脏。所以最好是什么呢？最好是 class 1，class 1，或是更比 class 1还要好啊。那这样的等级，我们去做我们的 IC， 我们会比较放心。所以无尘室呢，它必须用滤网啊，我们叫做 HEPA， 用 HEPA 这个滤网呢来进行一个 particle 的滤除，把它滤掉。那滤掉呢，它实际上有一个等级的换算的表在这个地方。那诚如刚才我们所讲的 class 1，它的等级就是说，如果用你用 0.5 micron 的 particle 来计算的话，它只能拥有一颗啦，这叫 class 1。其他 class 10、100、1000、10000，哎，这个都是这个意思。可是问题是，这个是以前比较粗糙的半导体制程的时候所用到一个标准。我们现在都已经动辄讲到纳米了。再举个例子，这边写的 0.3 微米，实际上就是300纳米嘞，还有200纳米，还有一更远的那边有100纳米。那这么小的尺寸，这是对我们现在更小的元件来讲是需要的。也就是说，你不能再用所谓 0.5 micron 的 particle 来作为一个比较的标准，它太粗了。所以如果说你用最远的那个 0.1 个 micron 的 particle 来比较的话呢，那什么叫做 class 1呢？ class 1它可以拥有35颗，它实际上是用等效的体积去换算的啊，等效的那个 particle 的点积那个体积啊，它去换算的。所以 class 1在 0.1 micron 的 particle 底下，它就可以拥有35颗了。那显然我们就会有更高的等级的无尘室会出现啊，你可能会到更高的等级啊。那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洁净室的一个等级的换算表，给大家作为一个参考。那大家可以有一个 idea， 就是那个数字越小等级越高越干净啊。可能因为还有其他的要求，像是温度20度 C啊，它是它规定的啊，规定的20度 C 的一个温度啊。所以如果你在高温的环境底下，你就要怎么样？你要冷气，冷气还算简单哦。我们看第二个，湿度要40%以下，相对湿度要40%以下。那这个对台湾来讲，这个就比较为难啊，因为台湾通常我们的湿度都在70-80%啊，我们不是大陆型的气候，像美国或中国大陆，他们可能有很多地方比较内陆的。那个湿度就很低，那我们这边呢，高湿度环境底下，你冷气机20度 C 还不够用，你要想办法把湿度降下来。因此呢，你这个洁净室它的这个资源的系统里头，你要有一个除湿的装置，你要把你的空气要经过一些加热，把湿气把它给拿掉，到达40%以下，这样才可以用。那各位不要小看这件事情，无尘室是很大的啊。很大的啊，那个像那台积电那个像足球场那么大的一个无尘室，你要提供这么一个条件，其实那是不太容易的，你要花费很多的电力，很多的设施去支持它。第三，气流由上往下，啊，这是有它的考量。如果说一般我们的环境底下气流乱流、乱转，这会造成一个什么结果呢 ？Particle 会乱跑。粉尘会乱跑，你不是说没有无尘室吗？还是有的哈，里面还是有 particle， 因为我们人在里面，人就是一个最大的，像我们皮肤、我们的脸，这都是最大的这个粉尘的一个来源。那只要有工作人员在里面，就会有 particle， 就会有粉尘。那这个粉尘呢，你要想办法把它滤掉。所以如果你有个气流是由上往下这样降下来的时候呢，它很快的把你 particle 就压到地板下去了。那地板它会有一个回收。一个回收抽风的地方，回风的地方，它就把它给抽掉了。
那如果说你没有办法保证它由上而下的话，那就会在很多地方滞留在你任何机台的角落里面，这样子会让你的等级会变差，你可能是从 Class 1就变 Class 10了啊，这样就不够 qualify， 就不够资格来当很好的无尘室。第四个是要防止静电的释放，其实这个防止静电释放这件事情，这个叫做 electrostatic damage 或是 electrostatic discharge。 什么叫做静电释放呢？其实静电释放这件事情又跟湿度有点关系。好，在无尘室里头我们是需要湿度的控制，让它很干燥。好，这个对 IC 半导体元件导电性啊的稳定性会比较好。可是当你湿度很低很干的时候，各位在冬天都有个经验，冬天寒流来了，没有下雨了，很干很冷的时候，你开门会怎么样？会被电到。你开汽车，你开车门，开大门，你会被电到，那就是静电，那是静电啊。所以湿度很低的时候，静电会啪，哎，你就会有静电的问题。那静电对我们来讲，我们只是电一下没事嘛。可是这个静电如果是电到你的细晶圆，那个细晶圆就被这会怎么样？就被那个静电的瞬间大电流贯穿，烧掉了。你可能就烧掉好几百颗的电晶体了，那片细晶圆就没用了。所以你要去防止这件事情发生。所以在无尘室里头，事实上它还有一个所谓防止静电的一个装置。或释放的装置啊，那这个也是要去考量的。那第五个是你还要做一个 air shower 啊，气浴的一个动作啊。那 air shower 是针对我们一开始工作人员穿好无尘衣之后要进去，那我们无尘衣是在外面穿的嘛，外面是一个比较脏的环境，所以难免会沾附到一些外面的 particle， 所以在进到无尘室之前，先要经由这个 air shower 把它吹掉，吹干净之后，我们再走进去这个干净的无尘室。所以这是前面五个 clean room 所需要的一个讲究。所以为了 air shower 这件事情，甚至呢，连人跟东西都要隔开，人走自己的 air shower， 那物体呢，像说细晶圆有时候要放进去，那细晶圆放进去的时候，以前早期是人就把它拿进去了嘛。那后来人拿进去，发觉人拿进去，我们人拿进去的时候就形状就会比较奇怪，所以很多的 particle 会留在角落的地方一起带进去，所以他们就规定说，哎，不行，你如果细晶圆啊，另外走细晶圆的通道，所以这个叫走这个货物窗啊，这个叫做 pass window 或 pass box。 所以 IC 厂里头它其实是很啰嗦的，它连东西跟人都要分开走啊，才能够进到无尘室里面来保持里面的干净。好，那么所有人员都要穿无尘衣啊，包起来，全身包起来，像太空人一样啊。那么里面用到的水叫 DI water 啊，叫做去离子水啊。这个去离子水就算就是纯水了，纯水。那么这个纯水干净啊，非常干净。事实上哈，比我们喝的蒸馏水啊，或者是这个什么逆渗透啊，都来得干净啊。不过当然，我们是不建议大家在喝那个 DI water 啊，虽然它很干净啊，因为我们怕说你误喝到别的东西去了啊。所以 DI water 纯粹就是用来做这个制程里面所需要的一个材料啊。那我们这边有一个影片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们怎么去穿这个无尘衣。我们这边有个示范的影片啊，我们来看一下。那这影片是我们在淡江大学的无尘室里面所拍摄的啊，我们就请何仁阳先生等等我们四位同学来一起来帮忙大家做拍摄啊。这是我们在淡江大学机械系热工实验室啊那边的一个无尘室啊，通常都有门禁管制啦，你要扒一下才可以进去啊。好，那进去之后，通常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先做登录啊，要填写使用的记录。那这个对于无尘室里头，这个是一个良好习惯的保持。因为里面有很多的仪器设备啊，很多仪器设备，那我们很怕这些仪器设备中途坏掉，所以我们要把所有的使用的人都要先做 login 的一个动作啊，你要先注册，也要先登录一下。那并不是说到时候抓到你要罚你啊，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
如果发生什么问题，我们比较容易追踪回去啊，究竟当初这个是出了什么事情啊。所以各个设备其实都是要做设备的登录啊，这是一个好的习惯啊。好，那现在同学就开始穿无尘衣了哈。那么第一个，他先把头罩他把它戴上去了，口罩也戴起来了啊。那头罩呢，尤其对女孩子来讲，那很需要，有的长头发女孩子还是需要头罩把它包起来。那再来是这个才是外面的头套啊，也把它套起来啊。所以只剩下一对眼睛对外啊。那再来是上衣啊，上衣部分这是连身的啊。那这个无尘衣它其实也是有讲究，它并不是普通的材质，它是一个防静电的一个材质的一个无尘衣啊，所以 particle 不太容易粘在上面啊。等一下我进去那个有个 air shell 一吹，它不就把它吹掉了？好，所以它拉起来，穿戴整齐。那不仅如此，下面还有鞋子，对不对？啊，还有脚的部分，要穿无尘鞋啊，也要穿鞋子，也要穿。啊，那无尘鞋它有几种款式啦，啊，有一种像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只是穿袜子就穿进去了。那国外有另外一种无尘鞋的话，就是你用一般的鞋子就可以套进去啊，它比较大双一点啊。那不管什么样的形式，就是说要把它保护起来，你不要让你的原来的比较脏的东西这样带进去啊。那无尘衣、无尘鞋、无尘帽，这个都要定期要去做清洗啊。那也要委托外面的清洗公司哈。用一些比较特别的清洁容易来洗，不能随随便便的洗。好，再来手要戴手套啊，戴手套啊，这就是一般的那个手术，有没有？我们在医院看到那个手术的那个手套啊，那个要戴。那有时候我们还要做一些化学腐蚀衣的一些实验的时候，还要戴两层，啊，会比较安全。好，都没有问题之后呢，这个左三圈右三圈没问题，对不对？我们就开始要进去无尘室了。好。那进去这个 air shower 这个地方，好，一关起来立刻就是开始空气就淋浴下来了，啊，这个 air shower， 啊，那大概吹大概十几二十秒，没问题啊，我们就进去了。好，这就是进去的镜头啊，好，进去，那进去我们的无尘室里头。啊，那我这个是一个黄光室了啊，待会我们还会再去介绍一下黄光室相关设备的啊，它的一些啊一些步骤操作的步骤啊，这是第一个示范啊，第一个示范的部分。好，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个第二个部分，我们讲到晶圆的制作，刚才在讲无尘室 clean room 的部分啊，基本的动作。那现在要看 silicon wafer 细晶圆，那我们的 IC。或者是以后我们的微机电的元件，其实都是大部分坐在细晶圆上面啊 ，silicon wafer。那细呢，它是一个地壳表面上一个很大量的一个材料，那我们把它拿来使用啊。那其实细在哪里可以发现呢？其实我们知道这个像海边的沙子里面就是二氧化矽啊，二氧化矽它就是细的氧化物啊。所以各位看到处都有沙子，对不对？到处都有沙子，所以到处都有细的痕迹 ，silicon。那中国大陆那边叫他们叫硅啊，叫硅啊，那我们叫做细啊，我们是用这个英文 silicon 来做翻译的。好，那所以说第一步就要看它怎么去做的。那么我们要先把它精炼、提炼到一个很纯粹的一个状态，那再把它做拉筋，用这个所谓的柴可拉斯基法 CZ 这个方法来做拉筋的动作。那这边有一个最右边这个图，就是这个柴可拉斯基的拉筋机它的一个图片。各位看到现在的，因为细晶圆越做越大了，已经做了快12寸了，所以它那个晶体啊也很大一根，像椰子树的树干这么的粗。所以各位看到这个机器非常高啊，好几层楼高啊，这么高的好几层楼高，它实际上就是里面的部分就是它到时候会拉一根细的晶棒啊，会把它拉出来。那怎么拉呢？一开始是从细的这个晶种啊 ，seed 本来是种子的意思。所以就是你要用一个晶片的细晶片的种子，然后放到那个熔汤里面去把它拉出来，好，拉出来。所以做拉筋的动作，你一开始你一定要有个种子啊，从那个种子开始，那越积越多啊，越积越粗，把它拉出来啊，用拉筋的方式来做。那当然在拉筋的过程里头，你的温度啦，你的这个很多的条件都要控制得很好，这样拉出来才会稳定，做出来的晶体才会漂亮，瑕疵才会变少。所以从这个晶种慢慢就拉成一个比较粗的叫做晶棒啊，叫 ingot。
啊，各位看到就是到时候拉出来就像一个像这样子椰子树的树干这么粗的一个单茎啊，各位这整根都是单茎哦，它并不是好看而已哈、啊，在四大正的里面都是 single crystal 啊，都是单茎，它长出来的那个细的那个茎格都是一模一样的啊。那至于它长的样式是看你一开始长细的茎种长什么样子，它就跟着长啊。我们后面有看到还有三种茎源嘛，100、111、110，意思就是说你如果一开始你的茎种就是111的话，长出来就是111。那如果111的平面，它就是111，就看你是用什么样的平面去长，它就长出什么样的一个样式的一个茎棒。好，那另外一个方法叫做 FZ 法，叫做浮动法、浮动区法啊。那浮动区法事实上是针对 CZ 法再去做一些改良，通常拉茎大概就是 CZ 法了。就是用柴可斯拉丝机刚才那个方法把它拉出来，拉出来之后呢，可能有一些掺杂的问题或浓度的问题。那这个掺杂跟浓度的问题，如果你发觉它不够格，想要再做精炼的修整的话呢，就用 FZ 浮动区法去把它做改善。那浮动区法就是针对你这个已经有的细的这个啊茎棒，它再去做一个局部性的融化再结晶，局部性的融化再结晶，让它去调整它的里面的浓度，通常是要把浓度呢减少，让它的纯度增高，电阻会变大啊，所以 FZ 做出来的方式，它的那个电阻值就会比较大一点。好，那所以到处做出一个茎棒之后呢，下一步是干嘛呢？我们开始要做切片的动作啊，因为我们看到的细茎源并不是这么一个柱子，不是一个柱子嘛，我们是一片一片的，所以这个就有点像是我们在切洋芋片一样。切洋芋片啊，洋芋是从洋芋开始，对不对？马铃薯洋芋开始，然后再切片。那细茎源也很类似，它有个茎棒在这边已经长好了，那我们再一片片把它切下来啊，一片片就是我们的细茎源啊。那切的时候并不是说一触可及了哈，它慢慢来，从外面的这个边边的修整啊，因为一开始长出来的旁边啊，就是像椰子树的树干一样参差不齐，所以旁边要修边。好，这部分就用机器，用机器很像类似机器里面的车床，它就把它做修边，修了一样的直径，好，一样的直径，像这个样子，变成一个圆棒啊，一个圆柱体，很漂亮的圆柱体。那接着呢，我们要看它的位置啊，因为这个你要去定出它的细茎源的方向，它有一个叫切边的东西啊，切边的东西叫 flat。那 flat 是告诉我们说，在这个细茎源里头。哎，它这个方向又是主要什么样的方向？因为如果你只知道法向量的方向，你还是不太知道你平面其他的方向，所以还是需要去做一个切边的一个定义。那切边早期是对于啊六寸茎源以下的比较小的茎源来做的啊。那么现在的部分事实上都已经不是用切边，我们等一下还会再讲啊。我们有一个所谓的这个切口的部分啊。好。那么你定义好了这个方向之后呢，接着开始要切片啊，洋芋片开始一片片要切了，细茎源也是一片一片要切了，所以用一个所谓的内刃刀，这叫内刃刀啊，内刃刀一片一片把它削下来，一片一片把它削下来啊。那内刃刀顾名思义就是说它是用它的内刃刀算是一个环状的刀子，它是一个环状的刀子啊，那这个它是很大很大的一个环状刀子在那边做旋转，那我们这个茎柱放进去。那往半旁边一带，就带出一片，都带出一片哈。那么用内刃刀的意思，它其实是要增加它在切割的时候的稳定度。那如果用我们一般的像菜刀这样子这个外刃刀来切的话，它会不稳定，切出来就会厚度不均匀啊，厚度不均匀，不只是材料浪费啊，你那边切出来的那片也是不能用的啊，所以这个叫内刃刀。那现在十二寸茎源慢慢连内刃刀都不用了。十二寸茎源要太大了，内刃刀也越变越大，就做不出来了。所以现在用这个钢丝来切割，啊，用那个钢琴的钢丝来做切割。那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查这相关的资料。那这个叫做所以切边切下来，切下来事实上还不够平整，因为是机械加工啊，切下来还是有锯痕。因此呢，我们要去做研磨抛光的动作。第六步叫做 lapping 啊，叫做。这个研光，研光的意思就是用一个很精密的磨床去磨，把表面磨得很平，把它磨到次微米的这个平整。那研光这是机械式的，那这个还不够，我们需要用 CMP 叫做化学机械抛光啊 ，chemical mechanical planarization 或者是 polish。这个部分它可以把你
磨到纳米级的一个平坦度，啊，所以叫 CMP， 啊 ，CMP， 所以就如同最后各看到这个东西，这个就是 CMP。那 CMP 这个不仅在做晶圆的时候需要用得到，我们在后面的这个这个 CMOS IC 的制程里头，它也变成一个标准的制程啊。CMP 也是一个平坦化很重要的动作，我们在 CMOS MEMS 那章还会讲到 CMP， 所以这个部分哈，这个是也是很重要的。那经过这些种种过程之后呢，你就得到一片一片的细晶圆啦。各位看到就是由小到大啊，这早期最小最小细晶圆可能只有两寸三寸，那接着就四寸五寸的。那像我们现在在学校里头，我们的设备比较简单，我们都用四寸晶圆，就十公分大小的晶圆来做，啊，做一个测试，概念上的测试跟制作了。可是，在业界里头的话，四寸太小了，所以他们会用到八寸，甚至到十二寸的晶圆来制作。那么各位看到这个八寸、十二寸的晶圆，它就体积就比较大了哈，所以它一次可以做很多很多元晶在那边。虽然说费用高，可是做出来的产量跟产值都变得比较大啊。那刚才有提到一个叫做 primary flat 切边的部分，切边的部分是在六寸晶圆以下，包含六寸，他们当初有这个所谓的切边，用来告诉我们细晶圆它在上面这个平面上面它的方向是怎么样，这个会告诉我们我们以后的细晶圆我们的那个 IC 的图样要怎么放啊，因为我们不能把它放歪掉，放歪掉其实对整个的设计跟特性不太好，我们希望就是平行我们的切边来放，所以你要知道它的方向。好，要知道它的方向，所以早期是用切边 primary flat。那各位看到这个 primary flat， 其实它占的体积还蛮大，本来是一个很完美的圆形，就切掉一个小小的地方啊。这小小的地方其实搞不好上面也是可以做，又是好几十颗、好几百颗的 IC。所以事实上，这个早期这个没有办法避免的罪恶，就留在那个地方啊。可是现在到十二寸晶圆了，到十二寸晶圆就不再用这个所谓的切边，它用所谓的 notch， 一个小缺口。那缺口在哪里呢？各位看到这个是我们的切边啊，这是六寸晶圆的切边。那八寸到十二寸就不再用这个东西，它用缺口。哎，缺口在这个，各位看到这边有一点一个小点点，有没有凹进去的一个小点点？也就是说，这个大么大的细晶圆，这一个凹槽，一个小凹槽，那边的意思就是代表说我这个小凹槽它的切线方向其实就是原来我这个主切边的一个方向，一样的意思啦。一样的意思，可是我们就节省很大的面积下来，可以做更多的元件啊，可以有更大的产值，卖更多的钱啊。所以这个是 silicon wafer 啊，细晶圆。那各位不要小看细晶圆，好像没什么了不起。其实我们如果仔细去看这边的规格啊，你就会发觉其实它真的是非同小可啊。好，我们先看一下，有三种的方向，有100、111，还有110。那切出来的晶面呢，它会有正负一度的一个角度，就切下来的时候其实还是会有一个偏差啦，还是有一个偏差哈，我大概在一度的一个偏差。那现在来讲大部分都是100啊，早期还有一部分的功率电晶体的部分是用111的晶片来做的，那现在那部分的量也很少了，那几乎现在所有的都是 CMOS 的晶片比较多，那 CMOS IC 的晶片都是用100的细晶圆来做的，大概 99% 吧以上都是用这个100的一个细晶圆来做的啊。那它的尺寸呢，从3英寸 一路到12英寸都有啊。所以说各位看那个园科那个科学园区不是有一些这个工程师吗，哎，他给他小孩子过年啊，过节过生日，他买8寸蛋糕、12寸蛋糕，哎，因为他一天到晚在 IC 厂里面工作，他很了解啊，八寸大概就这么大，那十二寸大概就这么大，他很有概念，哎，所以因为他常常在接触，这个都是八寸跟十二寸啊，所以他清楚到一个地步啊，那个商家把蛋糕做小，他都知道说啊，你这个没有八寸啊，这个我一天到晚在 IC 厂，我很了解了，啊，所以这个就是标准的规格哈，现在大部分都八寸、十二寸啊，其实台湾现在大部分的主力是在做十二寸啊，十二寸的晶圆。十二寸晶圆，各位不要小看它，它一个厂啊，大概要花将近1000亿台币啊，1000亿台币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类似一座火力发电厂或者是核能电厂的概念啊，所以 IC 厂是很贵的啊，很贵很贵的。好，那这个是它的规格，它厚度呢？厚度各位看到它从375微米一路到十二寸晶圆，大概接近800。
775，正负25。那正负25的意思就是说，它大概就是多一个 mil 或者是少一个 mil。那其实这个我们知道，单位有公制跟这个英制的单位。英制单位其实它有一个所谓的叫做mil。mil 啊 ，mil， 米尔单位就是千分之一英寸的意思。那所以他有时候就是用这个单位来做一个换算啊，大概正负二十五啊，正负二十五 micron 这样的一个部分。那为什么要特别讲到这个厚度呢？各位要知道哈，十二寸其实就是30公分，它已经很大了。这么大的一个矽晶圆，它的厚度呢却是只有到0.8 millimeter 而已，到0.8 millimeter， 那是很小的一个厚度。那这个是代表什么意思呢？各位如果把这样的形状用金属来做，你就会发觉，如果金属我把它做这么大的一个一片铁片、钢片，我把它磨到这么薄，你会发觉它很容易就变形，它很容易就塑性变形。可是矽晶圆不会发生这个问题，矽晶圆它是一个硬脆性的材料，所以它可以磨得很薄，让它很平，它还是可以保持很平整，它不会翘曲，不会弯曲。所以现在的这个我们讲说机械的这个制造工艺啊，其实蛮惊人的，它可以做到一个地步，你可以看到30公分的大小，结果它居然只有因为 300mm 嘛的一个直径，厚度只有 0.8， 所以它差几倍啊，差大概四五百倍啊，厚度跟直径的比差到四五百倍，所以这个是很惊人的啊，像我们可以做到这么小的一个地步啊，这么厉害的地步。这个是厚度的部分。杂质，杂质有分两种啊，因为半导体是四轴的元素，那旁边三轴跟五轴元素各代表 P 型跟 N 型的一个杂质啊，这个大家学那个基本的一些电子电路的时候都有讲过了啊，所以你可以买 P 型的矽晶圆，你也可以买 N 型的矽晶圆，你没有办法买到纯粹没有杂质的矽晶圆。因为那个太难做了啊，我们在垃圾没有办法拉到这么干净啊，那个除非到外太空去拉了，那在我们地球环境底下拉都会有杂质啊，有 P 型或 N 型。那你可以去定义你的组织，就是说你里面掺杂浓度多少，你可以去定义啊，这个叫做组织。组织的单位是这个欧姆西燕啊，欧姆西燕。那它你大概可以从0.01定到100，这个规格大概都是有的。那一般大概都是在0.1到10之间啊，比较便宜啊，量比较大。你去买一些比较特别规格，它会要求比较高的价格啊，所以你要有这样的需求才去定啊，不要乱定啊，规格不要乱定。制作方式有两种，我刚才提到的 CZ 就是柴可拉斯基法，那是最普通的一个方法啊，它价格也比较便宜。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你是高组织，它可能就用到这个所谓的 FZ 这个方法，那这个就比较贵了，因为它等于就是多做一次的制作程序会比较贵啊。那至于说抛光面，你可以有单面的抛光，也有双面的抛光啊。矽晶圆通常我们买大概都单面抛光的啊就可以用了。那可是有一些特别的，要有一些特别的这个考量，它两面都要抛光也有啊。那双面当然也比较贵，平坦度大概都差不多啊，因为有 CMP 磨出来。它大概都会接近到Armstrong 的一个等级啊 ，Armstrong 的等级，所以它就已经非常非常的平整啊，非常非常的平整。这以上这个就是所谓的矽晶片或矽晶圆它的一个规格啊，一个 specification 啊，让大家做参考。所以讲完了这个矽晶圆的规格，我们底下呢就开始要来谈半导体制程的设备。啊，半导体制程的设备。那半导体制程设备有三大类。薄膜成长、黄光微影，还有这个蚀刻成型。啊，蚀刻成型这三类。那三类会对应到三种不一样的机台。薄膜成长很多是跟氧化有关系的，扩散有关系的，我们用炉管来做。那黄光微影啊，它就是要把我们图案做转写，这些微米级、纳米级的图案，我们要把它转写过去，这个要用微影的机台。好，这个我们有讲说，这个叫做光照对准机或者是步进机啊，这个就是微影的机台。那最后要做蚀刻，你有这个光阻、黄光微影的这个图案来做保护，那去做蚀刻
啊，把一些不要的地方把它去掉。那这个就是有石刻，有湿石刻，有干石刻，所以需要一些化学清洗台或者是一些电浆，啊，真空的腔室的部分的电浆来去完成你所需要的任务。所以基本上半导体制程跟设备大概就是这些东西，啊，不过这个都是非常昂贵的啊。当我们用到我们十二寸晶圆的时候，很多很多的机台，每一台它的单价都是1亿台币起跳的，啊，所以这就为什么台积电它的 IC 厂里十二寸晶圆厂里面，它最后做出来造价是1000亿，因为那里面呢可能有好几百台的机台，每一台都是1亿啊，所以光是设备它就好几百亿在里面。那还不包括刚才讲的那些无尘室啊、纯水机啊，还有很多的机电的资源的设施，那个都要花很多很多的钱。好，我们先来讲这个薄膜成长，啊，薄膜成长。那薄膜成长呢，就是我们要在我们的细晶圆上面长一些功能性的材料，然后我们再去针对这个材料去做后续的动作。那细晶圆它有一个最好的特性，就是说我可以直接在表面长出氧化层，就是所谓的 oxidation。我们用 oxidation 的方式去长一个 oxide。那其实这个原理是大家可以很容易去捉摸了，因为我们刚才有提到细晶片这个细啊，它是取自于我们的沙子嘛，大自然的沙子到处都有啊，所以细是很容易变成氧化细的啊，细是很容易变成二氧化细，就是沙子啊。那所以氧化这件事情是细晶圆的一个特性，它很容易在表面长一个氧化层。那这个氧化层呢，你可以有电性绝缘的作用，你也可以做一个制程里面的一个遮罩的一个作用，保护的作用啊。所以它有分成所谓的干氧层还有湿氧层。干氧层跟湿氧层呢，事实上它是类似的东西，可是在制作的时候呢，干氧层我们是通纯粹的氧气，那如果湿氧层我会通水气，所以做出来的部分有点不一样啊。干氧层做出来的氧化层，它的质地是比较坚，比较扎实啊，扎实，它的质地比较好，那又会用来做我们 MOS 结构里面的那个氧化层的部分，最关键的部分呢，那个这用干氧法来做。那湿氧法这个叫 fuel oxide 或是 wet oxide， 这用水汽做的，它长的速度很快，可是我们长这么快是干什么用呢？就不是用来做 MOS 用的，它有点做旁边的保护层的作用，遮罩的作用啊。那这个也是需要的啊，这个叫做湿氧层。那不管是干氧层或湿氧层，不管是用来做电芯绝缘或者是制程的罩幕呢，这个它们都是半导体制程的第一步啊。也说细晶圆一开始出来是纯净的细，那么我们上面长一层氧化层，通常这是第一步了啊。不管你是做什么样子的元件，你先做氧化层成长。那么细的熔点大概是1453度啊，那所以你氧化层在成长的时候呢，不能到熔点啊，所以通常我们会到大概1050度C 左右，1000度或1050度左右，那让它可以进行氧化，好，进行氧化。那氧化因为氧化层这么高的温度长出来，它就很耐，它会耐得住其他的高温啊，你其他的制程很少到这么高的温度啊，所以氧化层它可以当做很好很好的一个保护的材料在那个地方。不过要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说我们因为这个氧化层是从细里面把细原子提供出来跟外面的氧气做氧化结合，所以因此它会耗损，它有耗损的问题。我们1微米厚的这个氧化层大概会消耗到 0.44微米的一个厚度的细晶圆啊，所以这个是要注意的事情，所以你不能一直盲目的长了，长很多次，慢慢的话，它会消耗到一些厚度，而且表面的平整度也会变差了。啊，这个就是我们做氧化的高温炉管啊，这个是算是比较早期的设备，是水平式的啊，水平式，那一片一片细晶片，可能一次就是50片、100片或200片，它可以放的密密麻麻的，放好之后呢，一起送到那个炉管里面去啊。那高温炉管它到大概加热到800-900度C 以后，它就慢慢就会变红色，红通通的，好像就是它炼铁炼金一样啊，那个高那金属熔炉一样啊，变得很红，红透通的啊。那这个就是高温炉管啊。
那钢炉管它这个是最早期的设备，可是实际上它也是蛮划算的设备，它是整批一起做的，我们有几百片的细晶圆可以一起就把它给做氧化的动作，把它做完了，所以实际上是很便宜的啊。像在交通大学，他们有提供这样子的柜仪的服务，一次你做个10片20片，他给你收3000块钱而已啊，所以基本上单价来讲是很便宜的啊，因为它本来是需要氧气嘛、水气嘛。啊，还有一些氮气啊，这样来帮忙去做成长，所以它耗损是很少的啊。这是氧化炉管啊。那现在氧化炉管都已经不做水平的方式，现在做垂直的啊，因为细晶圆到8寸、12寸之后呢，做这个水平啊，你这个屋子啊，楼板没那么高啊，所以说现在慢慢都把它变成是这个垂直的。垂直的意思就是我细晶圆是躺着进去的啊，躺着进去的啊，那这个形状有点改啊。不过基本原理是一样的。那这边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说氧化层它在成长的速率它并不是线性的，它不是随时间保持恒定啊，一开始可能是线性，可是后面呢就越长越慢，越长越慢啊，越长越慢，那它后面会卡在一个所谓扩散的一个现象啊。因为各位知道，就是说这个细是从下面提供的，从细晶圆下面提供。那我如果我已经长了一些氧化层出来之后，它会胀，它造成一个阻碍啊，我细原子怎么穿透上去，对不对？所以你穿透上去就需要一些过程，所以它越长越慢，有些阻碍在那个地方。所以那个我们很少长到所谓的1.5微米以后以上的这个氧化层，通常我们长1微米一个 micron 就已经够厚了啊。那所以这个不要乱下这个订单，你不要说老板给我做一个2 micron 厚的，你长个10天10夜也长不出来啊，它大概就是最多就是 1.5 啊，一般大概3000也就可以，0.3啊，0.5都可以啊，很少长到很厚的。那再来就是说你不同的细晶圆啊，像我们刚才讲有100的，有111的，那两种不一样的晶面的细晶圆，它长的速度也是不太一样的啊。像111它可能就长得比较快，100就稍微慢一点啊。不过现在因为几乎都被100的细晶圆所统一了，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它的差异值也不是那么重要了。那第四大点是氯化氢。氯化氢是干什么呢？有人发觉就是在早期在做氧化制程的时候呢，如果你的水器里头加一点点的盐酸，就是氯化氢加进去，它有助于它长出来的品质会比较好啊，它品质会比较好一点点。那所以这是早期一些研究所告诉我们的事情，可是现在很少用这招了，因为这招下去之后呢，你发觉你的管路有盐酸，它会侵蚀，会侵蚀你的管路啊。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个金属基台是这个不锈钢，那不锈钢你不要以为它不会生锈啊，它遇到盐酸它也是无能为力的，它也是会锈蚀的啊。钢管也是一样，我们本来这些钢管里头，这个都是不锈钢的这个无缝钢管，那碰到这个慢慢就会腐蚀掉，一腐蚀掉甚至还造成污染啊，所以这个慢慢这个也没有在用了啊，所以这个是我们所谓做氧化制程的一些注意的地方。那氧化做出来之后呢，我们要去看它的厚度，氧化层长出来它不见得是透明的，它有会有不一样的颜色啊，它会有不一样的颜色。那有经验的人呢，一眼就可以看出来它大概是多厚的一个氧化层啊。那我们比较没有经验的话，就要做量测。那量测有分两种，一个叫做这个破坏性的量测，一个叫做非破坏性的量测啊。那破坏性量测就是说，好，那这个我就用氢氟酸，因为氢氟酸是什么？氢氟酸是可以唯一可以吃氧化层的一种酸啊 ，HF。那 HF 是很毒的啦，各位都知道，这个在 IC 厂里面特别要注意，就是氢氟酸啊。氢氟酸它是无色无味无臭，看起来跟纯水是一模一样的，可是呢，这个你手一碰，你皮肤一碰，你就会中毒啊。所以在 IC 厂里头，这个对于氢氟酸的管制是非常严格的。那氢氟酸我们也不会直接用浓的氢氟酸，我们会用一些缓冲过的，就是把 pH 值稍微调高一点。这样子的啊，没有那么厉害的氢氟酸，这个叫 BOE 啊 ，BOE， 我们用 BOE 呢去把氧化层做腐蚀啊。所以举个例子，就是我们后面会提到黄光微影的部分啊。那如果说我有红光微影的光照做主角，
我把这个已经长氧化成的东西的细晶圆拿去轻薄砖做腐蚀，那有些保护的地方就不会被腐蚀，没有保护就吃下去了。吃下去之后呢，那我们就会看到有一个一高一浅，对不对？就是你有被吃掉跟没吃掉，就有一个高度差了。那这个高度差，我们用一个所谓的表面的轮廓的量测仪啊，英文叫做这个 surface profiler 啊，或者叫做 upper step 啊，用这样子的仪器设备去量它的表面的轮廓，你就可以知道它的高度差。所以这是一个破坏性的一个测试，就是我细晶圆，我拿一片来试试看，就是有些地方有吃掉，有些地方没吃掉，它就有一个高度差，一量就知道它是多大的一个厚度了。那这个就是一个厚度的量测。那问题是这片量完这边就不能用了啊，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些非破坏性的量测。非破坏性量测有两种，一个叫做妥偏仪。啊，用妥偏仪或者是用所谓的毫微仪啊，一个英文叫做 elipsometer 或者是 narrow spec。那他们就是利用一些光学的原理啊，我们今天没有太多时间讲他们原理。他们用一些光学的原理啊，可以去用镭射打下去的方式，或用白光照上去的方式，直接去换算你的厚度应该是多少啊。所以它这是一种非破坏式的检验，光一扫，镭射一扫就知道你是多少的厚度，所以这个部分就会比较受到欢迎啊。用妥偏仪啊，或者是这个 narrow spec 就比较受到欢迎。那通常在这个炉管的旁边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机台，你做完实验之后立刻就量量看，看你的厚度对不对啊？那妥偏仪不只是如此，妥偏仪它除了量厚度，它甚至还可以知道你的折射率啊，折射率就是属于光学里面的那个 refracted index。啊，那个折射率，啊，那个折射率呢？它事实上它跟你的品质也有关系。那它可以同时量这个折射率对不对？如果不对，代表你这一批的氧化程是有问题的，就不能用了。啊，所以这个非破坏性的检测的这个设备是相当不错的。那第三个部分呢，就是说，好了，那如果你都没什么设备，有些人是有经验的，他做很多很多的氧化程，他一看颜色就知道。有人一看，哎，这个颜色大概是0.2个微米。有人一看，哎，这个大概是1微米。哎，你怎么知道他知道这个事情？因为他很多经验了，他看太多细晶圆了。那量很多次之后，他慢慢就晓得啊，自己做一些颜色对应。那对于一般的厚度，大概是如果是在1微米以下的，好，1微米以下，1个 micron 以下的细晶圆，通常它都会有些颜色，啊，都会有些颜色，所以。用不同的颜色可以直接去判断它大概是多少的厚度啊。那超过了1个微米以后，像刚才讲的，有人长到1.5个微米，你就看不到颜色了，因为它的厚度已经超过可见光的波长。各位记住啊，可见光的波长大概是多少？0.4到0.75个微米。所以你已经超过它的波长之后呢，它就变透明了啊，很厚的氧化层，就跟一般我们看到玻璃是一样的透明的。所以你就完全不知道了啊！那时候你只能用前两种方式来做量测啊，所以这个是氧化啊，氧化的量测的部分。那一样的炉管呢，可以做氧化。事实上，你也可以做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这边讲的扩散啊，扩散。扩散呢，这个是在半导体制程里面也是需要的，因为我们知道。半导体制程里头，你有时候你这个是 N 型的半导体，还有 P 型的半导体。那你怎么知道？你怎么去改变从 P 变成 N，或者是从 N 变成 P 呢？啊，这个就要看扩散了。用扩散的方式，把你所需要的杂质的那个种类打到你要的地方去啊，那你就可以去做变性的动作啊。你可以 P 变 N，N 变 P，或者是把 N 跟 P 加在一起就变电晶体。你把 NPN 加在一起就变成是电晶体啊，所以你可以做二极体，你可以做电晶体啊，你就有很多很多的变化，半导体元件的变化就出来了。那在做扩散的时候呢，通常它要求温度要很高，要大概850度啊，因为这个属于固体的扩散，它不是气体的扩散。那固体的扩散它所需要的阻抗会比较大啊，所以你需要比较高的温度，固体才可以扩散过去。那它是用扩散方程式啊，这个叫我们叫做 Fick's law 啊，或 Fick's law 或者是 diffusion equation，用扩散方式去把它扩散的啊。
啊，这是方程式。那我们在这课里面，我们就不特别去讲方程式了啊。各位如果有兴趣看我们的教科书里头，有一些讲到这个扩散方程式的一些学理，各位可以去看一下。那在那个里头会讲到这两个讲究，一个叫做前扩散，一个叫做后屈入，这是两种不一样的制作的手法。一样是扩散，它有两个手法，一个叫做前扩散，一个叫做后屈入。啊，什么意思呢？前扩散就是一般的扩散，也就是我把细晶圆放到炉管里面去了，温度上来了，那我们把扩散的这个杂质放到这管子里面去，密密麻麻的放进去，它就扩散到我的细晶圆里面去了。好，这叫做前扩散。那前扩散到慢慢的它会饱和，它慢慢会饱和，因为它表面的浓度最高，慢慢的会饱和，渗透不下去，到最后就渗透不下去了。啊，所以你还需要有一步叫做后屈入。因为前扩散大概就是把杂质都放在表面而已了，那你还下不去。那怎么样能够下去呢？要做一个高温退火的动作，高温退火 就叫做后屈入。那后屈入其实如一样是在这个管路里面做的，这个管路我们只是把怎么样，我们把那个扩散气体就不要再去做放入了，我们就让这个管子里面只是充氮气就好了，保持外面的洁净。那你表面上已经有的一些细晶圆，表面上已经有的一些扩散的杂质，它自己用后屈入的动作，它自己渗透到它的下面去，渗透到比较深的这个细晶圆的深度底下去，啊，所以这个就叫做后屈入。那事实上这个就是一个高温退火的动作而已，所以它会有不一样的分布，啊，前面那个叫做互补式的误差函数的分布，后面那个叫高斯的分布。各位有兴趣可以看那个教科书里头有讲到这两个不一样的这个数学函数的，啊，它是怎么推导出来的。那不管如何，扩散这个是一个 很典型也是比较久的一个方法。那这个方法呢，事实上我们事实上已经被这个现在很少用这个扩散了，因为它有 它的解析度，它的制作出来的线条线宽不是很好，啊，所以现在我们都用所谓的离子植入法来，imprint，ion imprint 的部分来做取代。我们后面还会介绍到 ion imprint 的部分，啊，各位在待会我们再会再解释，啊，因为扩散它有一些还是有它一些 缺点在那个地方。好，扩散出来要去量测，就如同刚才我们氧化出来也要量测，量它的厚度。那扩散出来不是量厚度，扩散出来是要量它导电的一个程度，啊，我们不叫导电程度，叫事实上叫做片阻值，啊，我们用一个所谓的试点探针法，啊，four point probe 这个部分去做一个，啊，阻值量测，啊，那这个设备实际上这个都已经是标准化的设备，啊，各位看到有四根探针，这叫试点探针，啊，你又量通电流量电压，那电流除电压就得到一个，电阻值。那问题是 你现在去买这个试点探针，它都已经是标准化，看到各位看到就 它就是一个把手一卡下去，它就有个探针就点到你细晶圆里面，四根探针它就加电流量电压直接做好了，跑出一个数字出来，啊，所以都自动化了。那这个片阻值是要做什么用的呢？我们看一下后面的说明。这个公式可能大家在大学物理的都看过，这电阻，啊，电阻是正比于我们这个电阻的长度，那么反比于电阻的截面积，啊，那另外它有一个比例常数叫做 resistivity， 那叫电阻率，啊，电阻率，电阻率是这个电阻材质的特性，导电特性，啊，所以这个就是一般我们看到电阻总电阻值的一个公式，啊，大家可能都以前学过了，啊，那忘记也没有关系。那我们看一下，那我们把这个 A 的部分是它的截面积，我们把截面积把它带进去，假设一个它的截面积是宽度 W， 另外还有个厚度 thickness， 啊，我们把它带进去，那再把它重组一下，各位看到它就变成两个东西了。前面那个东西叫做片阻值，啊，就是把它的电阻率除上它的厚度，它的那个电阻的厚度，就是我们渗透下去的那个厚度。后面那个呢叫做方块数，什么是方块数？就是我电阻的长度去除上我电阻的宽度，这叫方块数。那什么叫方块数呢？事实上就是我们在看 IC 的时候，如果你做一个 IC 的设计，上面有些电阻，啊，电阻都是有个长度嘛，有个长长的电阻，啊，那长电阻事实上你可以等效整它很多很多的方块，
它的长度除上它的宽度，就是你可以等一下有多少个方块。举个例子，如果是100 micron 的长度，一个 micron 的宽度，它的方块数就是100个啊。好，那这个就是电总电阻值。所以这个公式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承认这个公式是对的话，那么不管电阻的宽或者是窄啊，宽度窄就是 W， 不管你 W 大还是小，你只要制程相同，你的片阻值量出来的 roll over T 前面的那个所谓的电阻值四点探针，我们刚才四点探针量的这个电阻值就是 roll over T 啊，这个量出来的就会一样。那另外如果方块数也一样，那这个乘出来的总电阻值就是一样。也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人要设计一样是方块数100，可是呢它的宽度呢很宽，那另外一个人设计很窄，你会发觉这两个人做出来量出来的电阻值是一样的。那你要用哪一个呢？我们当然用小的嘛，小的才划算啊，因为吸晶圆就这么大了，做多少的元件是固定的，你占很大的面积，别的地方就塞不进去了，那别的元件就塞不进去了，所以你要越小越好，越小的才划算，所以制作窄的电阻才划算啊。所以这就为什么，就是说各位知道在 IC 界里面有讲到摩尔定律这件事情。摩尔定律，摩尔就是这个Intel 他的创办人，他曾经提出摩尔定律，他告诉我们说18个月啊，大概18个月电晶体的这个浓的这个密度啊就增加一倍，每18个月增加一倍。那为什么他敢这样讲呢？因为大家都追求把电子元件越做越小，越做越小啊。那一开始我们在做越做越小这件事情，你会心里有点怕怕的，就是说哎，我做小了是不是有坏处啊？那在这边电阻告诉你，你做小没坏处，因为电阻值这个理论告诉你，你 W 再怎么小，你只要你的方块数目是一样的，做出来的电阻一样大，所以我们做小没问题。摩尔定律告诉我们没问题，继续往下做小吧，继续做小你就赚更多的钱啊。所以这个是电阻值或是片阻值的一个说明。那刚才我们提到扩散，那扩散它有一个很没有办法避免的问题，就是侧向扩散。侧向扩散也就是说，我在做扩散的时候呢，我有个遮罩，我可以用氧化层做遮罩，用氧化层做遮罩 OK， 可是问题是它等渗透下去之后啊，它渗透到一个深度下去之后，它会往两边走，这叫侧向的扩散。侧向扩散会造成我们的误差，我本来不要这么宽，你给我做到这么宽啊，那这个是扩散没有办法避免的，因为这是自然现象嘛，它就是看到它就是要扩散出去，浓度高就是想要往浓度低的跑嘛，没有办法啊。那怎么样去避免这个问题？尤其现在是次微米的元件，几十奈米了，你不能再用这个方式来做了，所以现在用所谓的 ion implantation 啊，离子植入法来打。那离子植入法它并不是用天然的方式去让它从高浓度到低浓度去做扩散，它是直接把你的离子在电场里面做加速，打到你的细晶圆里面去，它直接打下去，它打的时候就好像那个轰炸打靶一样，就打到你要打的地方去，而且是垂直打下去，所以它不会说打到旁边往两边走，不会，它是垂直打下去。所以最高浓度的地方它并不是在表面，它是在表面之下的一个深度。所以你打完了之后呢，我们再利用所谓的驱入，后驱入 drive in， 就是刚才讲的那个高温退火，把它调整一下啊，高温退火啊，大概升温升到800-900度，给它退火一下，那这样它就可以调整一下里面的浓度的分布。而且这个离子珠打下去的时候呢，它会对细晶圆的晶体它会造成一些损伤，那么也进行去，我们也同时做这个修补啊，做修补。那这是离子植入法一个很方便的地方。那再加上它是一个低温的制程，低温制程，离子植入法它就是常温打下去了，你不用把它升温啊，在机台里面它不需要把细晶片升温，它就可以打下去了。所以因此你可以用光阻直接做定义，光阻很怕高温。高温光阻大概超过200度，它就受不了啊。所以这个部分我们用光阻直接做定义，可以让离子植入法做取代扩散，而且做得更好、更漂亮又更快、更准确啊。所以这个是离子植入法。
那么在有关于薄膜沉积的部分，还有两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要讲到是 CVD 跟 PVD。那第一个叫做 CVD，CVD 叫做化学气相沉积。在我们的使用里头，在我们的 IC 制程里头，就是我们常常也会用到一些什么多晶系啦，还有其他的氮化层啦，还有别的材料，啊，不是只有氧化层而已，啊，我们还有别的材料要镀，那就需要用到 CVD 啊，CVD。那么 CVD 的部分呢，它是一通常是一个比较高的温度啊，它需要比较高的温度呢，把你所需要的这个气体的材料把它给解离。高温把它解离，解离之后，它会有一些固体的东西就放到你的细晶片上面了，就成为我们所需要的材料啊。那所以这个这是 CVD。那 CVD 呢，早期有一个叫做 APCVD 啊，常压的化学气相沉积。那这个就是用一般原来的这个管路，高温炉管把它做改装啊。高温炉管，那么它本来就高温嘛，那么放这个化学气体进去，在里面做解离。那它就可以镀膜，所以速度很快啊，均匀性不太好，速度很快，可是均匀性不好啊。这早期的跟这个氧化炉管的那个样子长得很像啊，后来发觉这个均匀性不好，这样不行啊，就是我不能放太多片，放太多片呢，第一片跟最后一片差很多啊，这样子会造成困难，所以慢慢去做改良。那怎么改良呢？他们去做抽真空的动作。我们把这个炉管里头再抽个真空，所以从常压变成低压，叫做 LPCVD（low pressure） 啊，low pressure 本来是 atmospheric pressure 常压，现在变成是 low pressure，我们把它抽真空。那么在真空比较真空的环境、低压力的环境底下，如果学过流体力学，就会知道说，在比较低的压力底下呢，它的内诺素实际上是变大的。内诺素变大，就会从所谓的层流变成是问流，从这个所谓的 laminar flow 变成是 turbulent。那 turbulent flow 会有什么问题呢？其实不是问题，反而是好处哈。在低压的时候，在稀薄的气体环境的时候，你这个 turbulent 它可以让你的混合会变得很好，混合会变得很好，所以这个厚度会变得均匀。你解决了 APCVD 原来的均匀性很差的问题。啊，而且长出来的质地还不错，啊，那唯一就是说，速度啊就变慢了，就变慢了，因为你稀薄嘛，就稀薄的话，你单位时间涨上去的材料就没办法那么多了，所以 LPCVD 的好处就是说它变均匀了，材料也变得很不错了，啊，温度还是蛮高的，可是速度太慢，速度太慢，大家就觉得不满意嘛，所以最后呢，慢慢就有一个新的方式叫做 PECVD。电浆辅助化学气象沉积，那英文叫做 plasma enhance，chemical vapor deposition，化学怎么样的？它是什么样的化学沉积呢？它是用电浆来帮忙，用电浆来帮忙，那各位知道，就是说前面两个方法它都是要高温，温度高是要赋予一个热能，把你的化学反应能够让它进行。那进行它所需要的活化能需要温度来提供，所以你要把温度拉高，温度拉高其实问题很大，你要用炉管啊，你要花很多人的这个电费啊，你要去支持它，很辛苦啊。可是现在我们慢慢的改成电浆 plasma，那 plasma 电浆现在在半导体制程里头几乎是这个不能缺少的东西啊，电浆呢？这个台湾叫电浆，英文叫 plasma，那中国大陆叫做等离子体，等离子体啊。那它是什么东西？它是就是一些带电离子团，在稀薄的气体里面，我们给它通入一些能量进去呢，那它就会游离啊，又游离。那有些是变成电子，有些变成离子，那么有些就是不稳定的状态啊，不稳定状态的一些东西，气体分子。那这个东西混在一起叫做电浆。那个电浆呢，它实际上是拥有高能量在里头。虽然它很稀薄，但是它有高能量在里头，那所以它可以取代高温这件事情，它在低温的环境底下，它实际上是有高能量在里头。电浆，我们有时候看到，像说我们看到电灯泡，不是电灯泡，就是我们看到日光灯灯管，日光灯灯管里头实际上就是电浆。摸它的这个表面，它的管子也不是很，也不会很烫，也没有特别的烫，可是它里面是有高温的电浆在里面。只是因为它很稀薄，
它能量其实是高的啊。那我们把这个电浆拿来取代热能，来帮忙我们做化学反应所需要的能量来源。那这样子就可以把 LPCVD 的那个速度很慢那个动作，它把它给提高上来，把它提高上来啊。而且它还很均匀，因为电浆辅助的话，它必须在电浆的环境要在稀薄的气体环境，所以它跟 LPCVD 一样是很稀薄的气体，很均匀的环境，可是它拥有足够的热能，又低温啊，速度又很快啊，所以就把 LPCVD 的问题都一起把它解决掉。所以现在这 PECVD 几乎都取代掉前面两种方式了啊。那这个图形我们稍微解释一下，就是说在以往不管是 APCVD 或者是 LPCVD 啊，他们都希望说坐在比较高温的地方，高温就是在这个地方，就是各个这是不同的气体啊，像这个 silane 是细碗，细碗是很危险的啊，碰到这个碰到大气环境就立刻烧起来了。那细碗这个东西我们要解离成多晶系啊，它的这个图案是这样子，高温的话它的这个速度长得很稳定，等到低温环境它开始就随时，它低温环境的话它就随着怎么样温度开始往下掉啊。所以对于我们一个做制程的人来讲，我希望我的成长的速度要很稳定，所以希望是在高温的地方啊。所以不管任何一个气体材料都是类似这样的特性啊。所以这个早期为什么 LPCVD 啊 LPCVD 它温度要很高，因为它会保持它的速率很快啊，要够快啊。可是呢这个是加温这件事情，我们现在全部用电浆，用电浆来取代的话就没有这个，就比较没有讲到高温这件事情的必要性啊。所以用电浆来做的话呢，它速度可以很快，可是温度反而变得低了啊。所以这个是一个进步了啊，这是一个进步。所以在 CVD 里头这是一个现象，大家要去晓得这以前旧的方法，那现在呢不再是用这个方式来思考，像用电浆的方式来取代。所以在半导体制程里头电浆就变得很重要啊，电浆。所以电浆它就需要抽真空，它需要抽真空，它需要有一些所谓的RF 的 power 啊，这个射频 radio frequency 的啊，这个电源供应器。所以它跟原来的这个高温炉管的想法就完全不一样啊，可以在比较小的体积里头它就制造我们所需要的一个机台。Yeah, 所以以上那个是 CVD 的话是有牵涉到化学成分的改变，它把热能把它给解离，或电浆的环境底下把它解离。那我们再看金属镀膜，金属镀膜又叫做 PVD Physical Vapor Deposition， 物理的气象沉积或者是物理的蒸汽镀膜。那物理跟化学各位知道是物理的部分代表说它的开始了吗？好，同学，我们再继续来讲金属镀膜。金属镀膜英文叫做 metal deposition， 那又名叫做 physical vapor deposition， 物理的蒸汽镀膜，简称为 PVD。 刚才提到那个 CVD 呢是化学的成分会改变啊，那这边的 PVD physical只有相变化，它的成分没有变。那分成两种基台，一个叫做蒸镀 evaporation， 另外一个叫做溅镀啊，叫做 sputter 啊。那这个都是属于 PVD 的部分。那这两种基台它都需要抽真空啊，那都需要抽到10^-6到10^-7 托尔，很高的真空度啊。所以在抽真空的时候，同时要用到机械式的泵浦，先第一级抽到10^-3次方的托尔，那再用这个高真空泵浦抽到10^-6/-7。那完了之后呢，蒸镀法跟溅镀法有点点不一样。蒸镀法呢，它直接就是把你的金属啊，在钢锅里头一直加热到最后蒸发出去了。啊，我们看这个图，这边有个蒸镀圆。我们把金属放在蒸镀圆的钢锅里面，那它用金属的电子枪，用电子枪来加热，或者是用金属丝直接做加热都可以，加热到让它在真空环境底下能够被蒸发出去，
蒸发出去就直接打到晶片上面来，晶片放在真空腔体里头的最上缘的部分，啊，呈圆弧形的摆法，那么这样就可以把它蒸镀上去了，啊，这个是金属蒸镀法的部分。那如果是溅镀法就不太一样了，溅镀法它不是把它给蒸发了，它是用电浆，用 plasma 又来了，用氩气阿钢的这个 plasma 把它敲下来，不管是黄金啊、白金啊、各种陶瓷啊都可以，把它敲下来，用电浆离子把它敲下来，敲下来之后呢，它就掉到你的细晶片上面就附着了。那因为它是用电浆打的，它 不像前面的这个，不像我们讲的蒸镀法。蒸镀法的话，它是蒸镀出来的这个金属的原子，就像光线一样，都打到你的晶片上面去了。所以因此呢，像这个斜边的部分，或者是垂直这个部分，垂直部分它打不上去了。所以金属蒸镀有所谓的阶梯批复的问题，英文叫做 step coverage 啊，它这个问题不，它就没办法解决。它在这个高低起伏的这个垂直墙的部分会断线，啊，会有断线的问题。那如果是变成是这个溅镀法，就比较没有这个问题，它阶梯覆盖就会比较好，因为它不是用这种光线的方式直接镀上去的，它事实上是，它这个溅镀法是电浆打下来的时候，它的轨迹是有点是乱的，它比较混乱的，比较随机的啊，所以因此它就能够镀到边边上面去啊。那溅镀的部分它需要靶材，它还需要一些能量来源，包括直流跟这个射频啊。那直流是对付金属的靶材，射频的部分金属靶材也可以，那甚至连一些陶瓷啊，一些介电物质的靶材它也可以打。所以以上这个是有关于金属蒸镀或者是溅镀啊，它的所谓 PVD 的一个方法啊 ，PVD 的方法。那介绍完 PVD 之后呢，我们基本上我们的这个薄膜的沉积或薄膜成长部分的介绍就差不多了。我们开始进入下一个部分，叫做黄光的微影。那黄光微影是很关键的步骤啊。我们讲次微米的元件，或者是纳米级的这个半导体的制程，线宽能够做到这么小，那个 CD 可以做到这么小，其实最大的成功呢，都是卡在黄光微影。黄光微影可以把成功把你的图形转写到啊很细致的程度啊，所以技术在这个地方。那我们先来看这个黄光微影，或者叫做光刻微影呢，英文叫做 photolithography 啊 ，photolithography。那 photolithography 呢，这张图可以大概解释一下啊，不管是光正光组也好，或者是负光组也好，它整个的一个制作的过程。那么一开始呢，我们在我们的细晶片上面，你长了氧化层了，啊，已经长氧化层了。那么在我们的 photolithography 里面，我们把光组把它镀上去。光组是用所谓的 spin coating 的方式啊，旋转涂布的方式把它涂上去的。涂上去完了，经过一些烘干，我们用光照 photo mask 作为主角，接着把 UV 光撒下去。进行曝光，曝光完了之后呢，正光组跟负光组呢会有不一样的反应。正光组的部分呢，被曝照过的 UV 光的部分呢，它会被解离，它会被键会被打断，光组的键会被打断。那么所以曝光的部分就但我们最后泡到显影液，它就洗掉了，那最后就留下来的光组就会跟你的什么光照的不透光的这个图形，各位看这个 T 啊，形状是一模一样的啊，这就是正光组的曝光。负光组的曝光刚好颠倒，负光组的部分是曝了光的地方怎么样呢，它留下来，因为它的机制不是断键，它不是把你的键打断，它反而是把你的键给粘住了，我们在做 cross linking 交联啊 ，cross linking， 打光的地方反而让你的高分子的材料更硬、更结实。所以打个光的地方呢，我们去泡到显影剂里面，发觉它不会怎么样，它反而不会被洗掉，它反而留下来了。所以最后你达到的一个形状呢，跟我们的光照刚好是明暗颠倒
啊，这叫做负光组。那么在 IC 制程里头，现在大部分都是用正光组了啊，很少用负光组。那负光组只有在我们一些像是微机电里头，我们后面会提到的 SU8 的那个光组，它是负光组啊才会出现。好，不管是正光组、负光组，一开始你一定要有个光罩啊，光罩。就是说不管是这个鸡生蛋或蛋生鸡，你总是要有一个设计嘛，你要有个 DNA 哈，你要有一个第一个设计，这就是光罩 photomask。 那 photomask 早期呢，它是很像这个照相的底片啊，最早是做的像照相底片那个样子，那经由缩影机可以把它缩小到你的 IC 的晶圆上面去啊，一开始是很像照相的底片，那个解析度不够好啦，所以近期呢，就慢慢改成用雷射光或者是电子束来进行图案的一个定义。那雷射束这叫做 pattern generation， 它最小的线宽可以写到大概两微米的一个线宽。电子束呢，可以很轻松写到一个微米，甚至更小啊。那么有这个东西两个去做书写之后呢，我们利用一片叫做石英玻璃或者是青光玻璃的这么一个材料，当作我们光组的一个基本的底材，上面镀了一层铬膜，铬膜是整片镀上去的，那铬膜这叫 chromium 啊，那镀上铬膜的这个光罩叫做 chrome mask 铬膜光罩。那铬膜光罩它事实上也是先打一层光组在上面，经由雷射光或电子束的书写，那个书写本身就是一种曝光，就是一种曝光。曝完光之后呢，再去做这个一样是做这个显影啊，显影和烘烤完了，就可以去用 CR7 那个蚀刻液把我们的铬膜不要部分把它洗掉，那最后留下来的就是那个不透光的区域的一个光罩的图形啊。那铬膜的光罩现在是用的最多的啊，用的最多，因为它可以细到像一个微米，甚至更小都可以啊，所以这个是用的最多的啊 ，chrome mask， 所以慢慢都取代掉以前早期的一些缩影片，甚至连胶片的光罩也都被取代掉了。那胶片光罩是一个比较简单的那种粗图啊，用粗图的方式就可以雷射印刷就把它印出来的，那解析度只有到10个微米。啊，还不够用我们来使用的哈。不过在有一些简单的制程里面还是可以用的哈，大部分还是用所谓的铬膜光罩啊来使用的。那铬膜光罩做好了之后呢，在我们学术界里头，我们通常是用所谓的接触对准曝光机啊 ，contact aligner 这个东西来进行我们晶片的曝光啊，晶片的曝光啊。那这个就是德国比较出名的卡素史那个公司，它所出产的这个对准的曝光机啊，这个在学术界用的很多了。那对准的曝光机呢，一次只能用，我们看到啊，它的光罩上面是多重复制的图案在光罩上面，也就是说光罩很大片啊，那我们的真正的这个图案是很小的 ，IC 或者是我们的微机电的元件，它的尺寸没有很大。所以呢，我们不是只做一个，我们这个光罩上面就做很多，你要做10×10、20×20，看你的大小啊。所以多重复制在你的光罩上面，所以 photomask 上面有很多的图案。那细晶圆呢，尺寸呢可能3寸或4寸，或甚至到6寸等等，一次我们就给它曝准、对准、曝光啊，对准完了，一次曝光就把所有图案都把它转过去了，都转写到我们的细晶圆上面去了啊。那这个是接触对准的曝光机，那它的问题就是说它尺寸不能太大，一次就对准曝光完毕了，可是不能尺寸太大，8寸、12寸晶圆太大了，我没有那么大的那个光罩可以去跟它做对应啊，所以在业界里头，我们就用所谓的 stepper， 用 stepper， 用步进机来做曝光，就不是在用那个前面讲的 contact aligner 来做曝光。啊，因为8寸个晶圆、12寸晶圆太大片了，啊，没有办法用这个啊，这个 contact aligner 来做，必须用这个多重曝光的方法来做。那在这个地方呢，各位就注意到了啊，它步进机呢 ，stepper 它可以做5倍的光学的缩影，啊，可是你的光罩只有一个图案，
一个图案，我们用这个电子式书写的这个部分解析入到一个微米，它可以缩五倍，所以很轻易到 0.2 个 micron 或更小啊，它可以缩很小很小的图案下去，可是一次只能做一个图案的一个转写。那我们的晶圆8寸到12寸这么大，因此叫做所谓的多重曝光。所以各位看到上面这个黄色的路线啊，你等一下要做很多个很多颗的这个来回的曝光跟移位的动作，曝一次跑一个格子，曝一次跑一个格子，这样来来回回走啊，可能曝了几十次之后呢，你的光照上面这个一个图案就会重复转写到八寸晶圆或十二寸晶圆上面满满的图案，这叫做步进机啊，这叫步进机。那业界都是用这个方式来做的，可以同时达到缩影还有多重曝光的一个好处。那其实这样的一个做法其实是为了要避免前面的 contact aligner， 前面 contact aligner 我们刚才提过了，如果你要曝八寸到十二寸是曝不来的，因为我们做不到九寸或是三寸的这么大的光照，做不出来了，做出来也对不进去，因为要对到纳米级太难了，对不进去啊，所以用这个妥协的方式，用步进机来帮忙啊，帮我们做这个啊重复曝光移位的这么一个动作，这叫步进机啊，叫 stepper。好，那在曝光之前，我们要做光阻的涂布，要做光阻的涂布。那光阻都是用所谓的 spin coating 的方式，旋转零星式的一个涂布的方式来做的。那我们细晶圆表面要先做一些处理，才可以让光阻很方便的涂上去。那需要经过像150度的烘烤，再加上 HNDS 的助粘剂，这叫 primer 啊，来把它粘在你的细晶圆的表面，方便你的光阻可以粘上去。光阻呢，它喜欢疏水性的表面，所谓疏水性的表面就是次水性哈，那个水放上去之后它会滚走，它不会粘上去。它希望它的细晶圆上面是疏水性的啊，去水啊，就是它对水粘连不上去的一个表面的特性，所以需要经过一些前处理啊，前处理才可以保证它粘上去粘得很好。再来，在做这个旋转涂布的时候，你会发觉边边啊都会比较高，晶圆的边缘它的厚度哈，局部的厚度会比中间的这个厚度会多两到三倍，所以边边的那个光阻啊要拿掉啊，要拿掉，否则它会妨碍我们的曝光啊，会妨碍我们曝光，所以这个动作也是要去掉的。所以因应这些所有的程序呢，在业界里头，在 IC 厂里头或台积电里头，他们不是用我们的一般的很简单的光阻涂布机来做涂布，他们是用所谓的 track。这个 track 这个机器呢，啊，它是一个光阻的处理的系统，啊，那这个系统它会跟 stepper 会绑在一起，会组成一个啊一个所谓的一种整合式的机台，啊，整合式的机台。那用这个 track 这个光阻的系统呢，基本上人手都不用去干预。它直接从晶片盒里面就把光这个晶圆就把它抽出来，那里面做自动化的处理啊，很方便啊。那以下呢，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光阻的处理的系统的一个影片啊，这个影片，那这个 track 的影片，我们来看一下啊，来看一下它的整个处理的系统是怎么一个运作的方式啊。那这个影片感谢我们工艺院提供给我们这样一个影片哈，各位看到哈。晶圆已经被抽出来了，然后放到中间里头去了，啊，中间里头去了。那各位看到，它放到中间里头去，对，它开始做定位，好，它开始做旋转。好，现在开始把光阻喷上去了，啊，它直接就喷上去，它一面做慢速的旋转，然后喷上去，大概是500 RPM 比较慢的转速，它布上去了。那先让它光阻很均匀的布到整个晶圆上面，啊，整个的晶圆上面。所以各位看到这个时候还是转速很慢的，接着各位看到颜色开始有点变啊，从红色慢慢变成绿色，有没有看到？这代表说它开始高速旋转了，高速旋转让它的厚度变得比较薄。好啊，等到均匀之后呢，它伸出一只小手背下去了，
要做什么事情？要把边边去掉。刚才讲到边边的厚度比较高，所以那个不要，我把它去掉。啊，所以它刚才一个小机器手背下去把它刮掉，边边刮掉了。待会我们看一下边边是不是有个亮圈。啊，各位看到边边有一圈亮圈的部分啊，亮纹的部分代表就是它边边已经去掉。好，结束，抽走。啊，抽走。那抽走不是就算了，它要抽到旁边的烤盘去做烘烤，叫做 soft baking 这个动作。啊，所以这个中，所以我们把它这个工作人员跑到旁边去，我们去看一下，看看他是怎么跑的。事实上，整个机台它是整个密封起来的，啊，只是工研院这边他们帮忙哈，就是把机台打开，让我们看它里面运作的状况啊。好，他在做一个按键，就动作要去做烘烤的动作。那中间有一个小小的 robot 就跑出去了，哎，抓到晶圆，再送到旁边的烤盘，啊，开始做烘烤的动作。那他会做计时啊，可能三分钟或五分钟。结束之后呢，这个手背会再把它抓出来啊，放到我们的细晶片的盒子里面啊。好，我们继续来讲这个曝光时间怎么去做计算啊？怎么去做计算？并不是随随便便去决定它曝光的秒数哈。那它有一个公式留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曝光的时间呢，等于曝光的那个剂量或是能量去除上UV 光的功率啊，也就是说这里面有两个数字要去知道，第一个是光组的应该曝光的能量，这个是由光组的厂商来提供的，那第二个是 UV 光的功率，这个是由现场我们的这个光功率计的一个测量去决定的啊。那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呢？因为我们的 UV 光的光源有时候它会老化，那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老化，所以要用光功率计随时去做监控。那这两个数字一除，你就知道说大概是几秒啊。那对于一般来讲，我们曝光呢有两种光源，一种是 G line 波长400个奈米，或者是 I line 波长365奈米，这两种。那你要看这两种的啊，看你是对应什么样子的光组，那么去用哪一种的光源去做曝光，那么它的剂量是多少，功率是多少，两个一除就知道几秒了啊，所以它是有个依据在那个地方，并不是随随便便来判别我们曝光的时间。所以以上是有关于黄光微影的部分啊。那我们再来讲最后的蚀刻啊，你有膜光组的保护，那最后来做蚀刻啊，做蚀刻的成型。那蚀刻呢，英文叫 etching。啊 ，etching 就是把我们表面的一些不要的东西把它给移除，啊，它包含三个步骤，就是第一个，我们要反应物，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是用化学反应的方式把做一个蚀刻的话呢，我们的化学反应物怎么接触到我们的细晶圆，这是第一步。那第二步，接触到之后呢，开始做进行化学反应，那最后呢，你生成物再把它移走，啊。所以事实上它是有包含两部分，一个是那个化学反应是最直接的，可是还有接近跟离开，这个是属于扩散的部分。那所有的程序都要走完了，你的蚀刻才完成。那如果你只有化学反应很好啊 ，chemical reaction 很好，可是你的 diffusion， 你的反应物的接近跟生成物的离开没有做好的话呢，整个时间会卡在diffusion 的这个地方，啊，所以说这两件事情都要做得好，你的化学反应，你的蚀刻，你才能够完成啊，才能够完成。那个是早期我们讲所谓的湿腐蚀 （wet etching） 啊，这边讲的这个湿腐蚀 （wet etching） 的时候要去考量的，有所谓的 reaction limit 或者是 diffusion limit 这样子的一个讲究。那现在呢，慢慢的我们发觉，湿蚀刻已经不太够用了，因为它有所谓的 undercut 问题，等一下我们会说到。所以另外有个所谓的干蚀刻法，干蚀刻法并不是用湿的化学腐蚀去做这个腐蚀，它是用电浆等离子体来进行腐蚀的，它比较干燥的环境，在真空的环境底下来做的啊，那它的这个特性会比较好。那蚀刻也有分成所谓等向性跟非等向性两种啊，蚀刻的时候呢，它是一视同仁，到处挖呢，
还是它只有一个方向性往向挖而已。啊，这个就是所谓的 isotropic， 跟这个 anisotropic 两种不一样的分别。那一般我们都是属于 isotropic， 啊，那 anisotropic 的部分会比较符合我们现在未来这个四微米元件或者是纳米级的元件，或甚至是微机电的加工的一个需要啊。所以我们在非等向性的部分越来越受到重视啊。另外，选择性也是很重要的考量。什么叫做选择性呢？选择性的意思就是我们在蚀刻的时候，我们有用光阻做保护，可是光阻在接受蚀刻的同时，它其实本身也会受损。所以选择性的意思就是说，你的光阻可以挡多久啊？你一微米的光阻，你究竟可以抵挡住几微米的一个蚀刻的深度？那我们希望它越深越好啦，能够挡得越久越好。这是牵涉到一个选择性的一个问题，所以选择性要够好，这个蚀刻就会比较容易成功。再来是所谓的 undercut， 刚才有提到就是湿蚀刻啊，它其实有一个 undercut 下切的一个动作。什么叫下切呢？就是我这个光阻把它阻挡，那往下蚀刻之后呢，一个深度下吃到一个深度下面去之后呢，蚀刻一看到旁边还也可以掏，它就把下面掏空了，那个叫做下切。下切对于我们次微米的元件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致命伤，那这个也很难避免啊。所以湿蚀刻啊，到了次微米元件的时候呢，基本上它就无能为力了，因为它有一个下切这个很严重的问题，那必须要用所谓电浆的干蚀刻来避免。那电浆的干蚀刻，电浆呢，它是在电场会做加速的。所以电浆打下去的时候，它有一个方向性，就是这边所谓的非等向性的一个部分，所以打下去的会比较漂亮，啊，会比较漂亮，所以做出来的结果就比较没有所谓的下切的一个问题。所以像例如在，所以像这个所谓的 RIE 啊 ，reactive ion etch， 中文翻译叫做反应离子蚀刻，或反应的这个活性的离子蚀刻，这个就是比较好的一种机台，它比较能够没有这个所谓的下切的问题。那当然还有所谓的 O2 discount， 这是另外一种制程啊。我们电浆做完了这个蚀刻之后啊，光阻要去掉。光阻以前我们是用这个丙酮把它去掉的，那么这个去的不干净啊，现在用氧气的电浆也可以把它给除渣，把它给去掉，做的会比较干净啊。所以这个是所谓的湿蚀刻跟干蚀刻法的一些通论的部分。那各位我们看到这个机台啊，一看就知道这个差别很大啊。远一点那个地方就是一个烧杯，它有加热平台，烧杯搅拌子在里头，细晶片放进去了，那就这个湿蚀刻的一个制程。机台的设备看起来是比较便宜的啦，啊，比较简单，大家都可以用。可是问题是它就是有 undercut 的问题，做出来不是那么的漂亮。那靠近我这边的机台叫做干蚀刻机。啊，这个是 Semco 日本的一个机台，啊，那这个机台各位看到，它就是一个真空腔体，那么盖子打开之后呢，晶圆放进去，盖起来抽真空，它就可以去做这个释放电浆跟蚀刻的一个动作，啊，那这个机台就比较 popular， 现在用在很多次微米元件跟半导体制程就越来越方便了，啊，所以这是干蚀刻机，干蚀刻机，啊，这个已经变成现在的一个主流了啊。所以以上这个就是蚀刻的部分啊，现在都是用所谓的电浆的腐蚀，即便是连金属线的腐蚀也是可以用干蚀刻法电浆来运作的。那以下我们看几个示范的影片啊。那这是在我们淡江大学机械系的这个微机电的实验室里面所拍摄的影片啊，同学们帮忙拍摄的影片。我们这个影片呢，这个先来看这个是黄光室啊，这个里头的一些基本的步骤，包含清洁啦、上光阻等等，我们看一下。好，这个是一个实作的影片啊，那同学们已经穿好了无尘衣，那进到里头去了，那我们把清洗台的灯把它打开。那这个清洗台呢，里头呢有两个清洗台，通常我们会分一个是有机溶剂的部分，一个是化学腐蚀液的部分啊。
那两个清洗台呢，它都会有两管的水源，一个是自来水，一个是去离子水，就也就是纯水啊。好，我们把它关掉。那这是一个护罩，我们把它给 遮住啊。这个有时候在进行这个清洁的时候呢，怕会伤到操作人员啊。这个就是在清洁 wafer 啊，我们用一个大烧杯里头用这个食人鱼的溶液去做清洗。那另外一种清洗方式呢，可以用这个化学溶液啊，化学有机溶剂来做清洗。好，这个就是用这个丙酮 acetone 啊来做直接的冲洗。啊，这个是最简单的方式的冲洗啊。当然，要冲洗的干净的话，其实你所需要用到的量要很大。要很大，越大的量清洗的效果才会比较好。问题是你冲用的量越多，你要回收的问题就越大。丙酮冲完之后，还要用这个异丙醇 IPA 啊 IPA 来进行啊第二次的冲洗。那 IPA 可以把异丙醇啊异丙醇的部分 ，IPA 呢可以把丙酮把它给去掉，连同上面的一些油渍啊一些 particle 可以一起把它去除。那 IPA 它后面还会溶于水啊，所以接着我们用 DI water， 用纯水啊来进行冲洗，啊，这个就是纯水，接下来做冲洗的动作，啊。那因为在学校里头，我们没有用自动化的机台，没有用机器手背啊，都同学们直接就是用夹子夹起来来做的啊，那这个比较有感觉了啊。那可是事实上这个就比较没那么干净啊。如果用自动化机台，上面都 robot 来清洗，就会比较干净啊。好，那这个是冲洗。冲洗完之后呢，要做这个，我们要把它给旋干。好，这是一个旋干机，很像脱水机一样啊。旋干机，我们放上去，啊，卡住了啊，盖起来。那接着就是把它旋转，啊，旋转旋干啊，很像脱水机一样啊。好，它就开始做旋转了。啊，上面的水渍呢就会甩干。啊，各位看到颜色在变化啊，颜色变化代表就是说它本来上面的水膜啊越来越薄了，越来越薄了。到最后呢，颜色到最后如果不变化呢，代表就是水全部都甩干净了。好，最后的一层水膜都甩掉了。啊，甩干净了啊。那在甩干的时候，也可以同时加入一些氮气，让它效果更好啊。那接着用夹子把它夹起来啊，啊，完成这个清洁的一个动作。接着我们放到旋转涂布机啊 ，spin coater 上面去，开始要做涂光阻的动作啊。这是一个 spin coater 啊，那我们用真空吸盘把它吸住啊，那上正光阻。这是4620的正光阻，这个在微机电里面常用的啊。那我们就把它上啊，这个真空把它给弄好，好，所以这个晶片是不会动的啊，它被吸住了。那上这个光阻，那因为都是人工做的啊，所以上的不是那么准确，用的量会比较浪费一点啊。那真正来讲，我们真的用机器的话，它就会比较准确啊，上的量就会比较少一点。好，这个是有关于这个示范的动作。我们再来看下一个示范。下一个示范，我们来看这个是开始做上光阻软烤曝光显影啊。好，一样是这个 spin coater 啊。好，我们把它盖起来。好，那么开始进行旋转。那一开始是比较低的转速啊，大概在500 RPM 左右。各位看到那个数字写500啊。这是低转速，低转速就是让它的光阻可以均布到整个的晶圆上面去。那接着我们再来看高转速，高转速大概从3000到4000 RP， 啊，每秒啊，不是每分钟，大概到3000到4000，高转速让它能够厚度可以减低到你要的一个厚度，啊，厚度这个讯息跟转速讯息这个要做一些尝试啊。那厂商也会提供一些资料啊，不过那个都基本上还是一个参考，学生们要自己去尝试这个它的真正的转速是多少，还有多久的时间。好，那时间到了，那么就把它拿下来。那各位看到上面已经
镀了一层光阻，其实大部分都甩到旁边去了啊，只有少部分留在上面，可是很均匀留在上面。好，那这个光阻现在还是黏的哈，还是黏黏的，还没有干，所以要去做烘烤，所以我们拿到 hot plate 上面去啊，去做烘烤。啊，这叫软烤，软烤的温度比较低啊，大概是在95度啊，比较低的一个温度。软烤的特性就是说要让它初步能够固化啦。那我们在做这个曝光的时候或者是显影的时候啊，可以比较顺利啊。各位看到现在已经啊软烤完毕了。好，开始我们就要开始要做这个曝光之前的准备。那曝光之前准备，我们要先做一个曝光功率的量测啊，我们要 power meter 放上去了，这个 power meter 啊上面会显示出它多少的这个功率啊，多少的功率啊，先做一个初步的拍一个 UV 光的测试啊。现在晶片还没有放上去，这个只是 UV 光的测试而已。好，再来，这个是显影仪要做调配啊，我们用 AG400K 啊3:1调成。你所需要的显影剂啊，那这用两桶，我们先把我们所需要的啊部分把它给调配好。啊，调配的时候就每个人他的手法都不太一样啊，那基本上你只要体积的这个比例是对的就可以了啊。好，这个是显影剂，要到时候放在这个玻璃盆里面去做显影啊。好，再加上你所需要的 DI water 啊，看一下3:1还是4:1，把它调好啊，放进去。那这个就显影液就调好了啊。那我们曝完光的晶圆就要放到这里面去做显影啊。好，基本上这样的显影剂就已经准备好了啊，所以刚才功率也量完了啊，显影剂也准备好了啊，那这个就是光罩啊，光罩，那光罩开始就装上去，装到我们的啊光罩对准机、曝光机上面去。那有一个真空的吸盘会把它吸住啊，放在上面，这是光罩的部分啊，这是我们讲 chrome mask 隔膜光罩的部分。啊，刚才已经涂好。光阻的细晶圆也准备好了，那么也把它放到下面啊，一样固定啊，用真空也可以把它固定，所以上面也固定，下面也固定啊，那再把它做叠合，做对准啊，所以现在开始把这个 OK 光罩把它放上去，它放上去它不会直接接触，它会有一点点，它会开一个缝啊，开一个 gap， 有一个细缝，让它去做相对运动，去做对准。啊，所以要做一些载台的调校啊。那下面它有个 SYZ 的对准，它可以做 SY 的方向的位移跟旋转都可以。好的，这个是第三个示范。那最后一个示范，我们再看这个它去做曝光、显影、蚀刻跟量测啊。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影片。好，刚才对准都已经没有问题，调整好了。那开始要做曝光了，那曝光机可以去调整你所需要的秒数，秒数就是用刚才我们的剂量去除上我们的瓦数，就可以得到我们的这个多少秒。那 UV 光在曝的时候呢，因为大家会觉得比较危险，不希望受到 UV 光的伤害，所以会把它给稍微罩起来。比较好的机台这个部分都已经把你保护得很好啊，啊，这个是比较初步的机台，所以还需要做一些保护啦。好，时间到之后呢，它自己会关啊。我们再把这个拿下来。好，那好，这个曝光的部分把它挪到旁边去啊。那接着我们解除它的锁扣，把光罩掀开。那细晶圆真空取消，拿起来。啊，那这个细晶圆就可以拿去做显影了。好，那我们放到显影槽里面做显影啊。那显影的那个每个人手法不一样啦，有些同学就是直接就是在里面就是读秒就可以了。那
也有些同学觉得是他在显影的时候，他希望他的显影的效果比较好，所以要加强他的这个啊这个冲洗的效果啊。那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你就手套就是要多戴几层，保护自己的手啊。显影剂是一个碱性的溶液，它并不会直接产生毒性的，就是说你尽量还是不要碰啊，碰的话会有些皮肤过敏的问题啊。它不像酸啊，碱是比较缓和的，不像酸那么厉害啊。好了之后，直接就是拿到显影那个纯水那边去把它冲洗干净，啊，冲洗干净，冲完之后，各位初步就可以看到一个图案了，这个已经显影完成的一个图案，啊，上面有很多你的精细的图案在上面。接着我们用这个 BOE 做一些开动的动作，这个把氧化层去掉，啊，放在这个 KOH 的非等相性蚀刻里面做，这个是属于我们在 Micro Machine 里面讲的这个第三章会讲到的一些蚀刻的动作啊。蚀刻完了之后呢，我们要去做检查，做检查。那这是光学显微镜哈，光学显微镜的部分的检查。我们看一下刚光学显微镜的图样啊。那检查这个是初步看到它的一个外形啦。那光学显微镜还没有办法去量测到它的高低起伏，所以接着我们要用这个 Alpha Step 啊，表面形貌仪哈，这个表面形貌仪来帮我们去做表面形貌的量测。那我们小心的把我们的晶圆放到这个量测台那么个地方啊，盖子把它盖好，那么再把它送进去它的位置，量测的位置。那接着它会有个探针会降下来啊，探针会降下来，所以你把那个探针的位置把它调整好，它怎么做一些设定啊，设定完之后做下针的动作啊。那荧幕上面就可以看到它准备要做下针的动作。那的 Alpha Step 可以量得很准啊，所以说它动作比较和缓，要慢慢来。好，各位看到这个影像，这个就是细晶片刚才蚀刻下去的一个影像。那这个是量测的探针，它是属于机械式接触的一个扫描。好，顶到细晶片，咔顶上去，好，开始横向做扫描的位移。好，做扫描，在扫描同时，它在右边的萤幕就会跑出它现在即时扫描的出来的位置。好，扫描完之后就开始做一些数据的处理啊。好，这个数据要做处理，扫描出来会有点歪啊，这应该你扫的时候的载台它其实不是那么平的，所以做一个水平的调校。水平调校的方式，它就是把两条对准线啊，把它做一个水平的一个推断啊，那你就可以有高低差就出来了。那这高低差我们再去量它的高低差的这个高度差就可以了啊。所以基本上就是完成了整个的一个啊曝光显影蚀刻量测的一个例子啊。所以以上这个就是我们做的一些 demo 啊，做一些 demo。那么在结束今天课程之前，我们再讲一个金属举例法啊，金属举例法。那金属举例法它事实上是一个什么方式呢？它可以做次微米的线路。我们前面讲到那个金属线路的蚀刻哈，其实金属线路蚀刻呢，在以往如果用湿腐蚀的话呢，只能用一些酸液来进行腐蚀的时候呢，你很难做到次微米的金属线啊，次微米的金属线。那么在以往没有电浆或更好的机台之前啊，可能在90年代之前，怎么做这件事情？怎么做次微米的线路呢？用这个方式叫 Lee-Off 金属举例法。它怎么做呢？黄光微影本来很早很早就可以做到次微米的这个线路了，所以光散光组或是做光照散光组曝光显影都没有问题。你可以得到一个像说这个沟槽，它就是一个次微米的沟槽，可能只有 0.8 micron、0.6 micron 已经做出来了。那在以往的话，这个做出来也没有用，因为我用金属腐蚀的方法。金属腐蚀方法呢，它会有 undercut， 会有下切的问题，会把我的金属线吃光光，所以你最后你拿不到一个很细的金属线。可是用金属举例法，它刚好颠倒一个方法，它不是先镀金属再上光组，它先上光组做 photolithography 先做好了，留下一个小小的一个 0.6、0.8 micron 的一个小小的缝隙。
这个时候我才开始做金属镀膜。所以金属镀膜是在黄光微影的后面。那你只要有露出洞口，那金属镀膜就镀上去了，好，镀上去了。那大部分可能是镀在我的光组上面。好，那最后呢，镀完之后我把光组洗掉，用丙酮把它洗掉。洗掉呢，可是没有光组的部分的金属线就留下来了。这个线多宽呢？就是刚才你的那个间隙的宽度，0.6 或0.8微米。所以这个就可以做出来了。所以以前没有很好的干腐蚀机台的时候，没有 plasma 的 RIE 的去做这个金属线的蚀刻的时候呢，就用这个方式来做这种次微米的元件啊，这个叫金属举例法。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根本不用用到酸液，它不需要用金属的腐蚀液，直接就把你给刻出来啊。当然这个方式呢，这个是以前在实验室里面常用的。那现在有很好的 IC 的制程机台，干腐蚀、电浆腐蚀可以解决任何的蚀刻的问题，所以这个方式慢慢就没人用了啊，没人用。那只是提在这个地方给大家做一个启示啊，就是说我们也可以用一些比较旧的机台，也可以做一些还不错的制程啊。那以上这个是今天我们所有的课程讲到有关于半导体制程设备的部分。那么谢谢大家的收看啊，我们下周再见。